近的体育电视被追星女孩占领了吗？近日再次爆出一枚冠军追星的典范，女篮冠军李梦近日连发两条微博艾特薛之谦，希望得到芊芊的奖励。千友都知道芊芊几乎都不翻牌的，在千友心中，被芊芊翻牌就是很大的奖励了。她这么优秀，并且一大波千友疯狂在其微博评论，手动艾特薛之谦，可谓是神助攻。结果是芊芊真的翻牌了。有千友调皮的说，芊芊的生物钟和我们不同，她一定是没睡醒。而猛薛也表示刚睡醒，千友真是太懂她了，真是神预测。并且李梦也回复了薛之谦，为他追星成功感到开心。千友大家庭能够拥有女篮冠军，小编只想说两个字，优秀。他就是我们的追星模范，千友们也要像他一样变得越来越优秀哦。文迪文官图女篮李梦 5B8BBA8C7A1173AF518B4F3F1